这是很大的贡献。革命建国、抗战救国，这都是华侨这个替代的这个对国家的贡献，一定要讲。这前年的军费九成来自于侨务，如果我们中国战场我们输掉，日本就要把部队往这个东南亚，然后往欧洲开。他们原来想法是在地中海旁边跟德军会师，对，所以我们中国的抗战把它挡住了，这个牵制，这是很大的贡献，非常大的贡献。